群晖科技的技术顾问，我叫 Jay。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算是简单分享一下，在这个利用这个很简短的时间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Synology 在储存设备之外所提供的一些价值的功能啊。那我知道大家应该就是刚吃饱饭，所以会有点昏昏欲，所以这样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是轻松一下来探讨 Synology 的几个比较偏企业用的解决方案。那如果各位对等一下的议题有疑问或者是有兴趣的，包括我们等一下一些功能啦、或套件或者是机器的功能介绍，或者是对全科技的一些各种批评指教，大家都欢迎到我们的摊位，就是外面前方的摊位那边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我，然后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可以聊聊，不管是各位对全科技的看法，或者是对 NAS 的一些使用上的疑问，都欢迎各位给我们一些指教。好，首先先跟各位简单讲一下陈大学的一些背景，就是大家都是在论坛里面讨论的一些网友们，然后今天都很开心的在这边跟大家见面。然后就是Synology在各位这几年的支持之下，其实有逐渐在成长，然后到就是应该是我记得这个数字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详细我们的包括员工数啊，是不是有新增到1000我不确定，但至少一定有900人以上这样，所以让只是想表达让各位知道Synology的公司规模其实是逐步的在往上成长，然后功能各位可以越来越多，各位可以未来可以继续期待。好，我们今天的介绍呢，我稍微列了就是这四项Synology 部分的企业相关的用途，然后我会把它分类成这四项去做比较简明扼要的介绍。那如果有说的不够详细的地方，等一下都可以来摊位来我们再一起讨论这样。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张架构图。Synology 就是作为 NAS 厂商啊，这样子的架构图，如果在我忘记是哪一年了，在我们公司楼下自己在办展，然后就第一次出现这张图，有 marketing 化，我觉得蛮惊艳的，很大一张。然后里面详细的绘出 Synology 公司就群晖自己如何运用群晖的设备来做，不管是服务或者是资料的储存或备援，甚至是同步到国外，让我们的分公司同仁也可以拿到一模一样的最新最快的文件，或者是国外的一些重要的资料要回传回总公司做，不管是稽核或留存这样子的一个架构。那它其实就是要展现给就是各位 IT 朋友们或者是一些经销商伙伴们知道，Synology Solution 其实很非常适合去部署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司，除了去做档案储存之外，它还可以做到像把档案的运用更加的扩大，然后为各位的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性。好，相关的一些 Solution 等一下会再介绍。好，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档案服务的这个项目来稍微聊起。这个图其实只是就是一个很传统，可能在现在只会出现在比较小型企业的一个内网，然后要存取公司里面的 file server 的一个很简单的架构。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类型架构的限制跟问题啊，包括它确实是非常的阳春，然后同仁在存取上可能是因为像最近因为疫情嘛，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存取档案的应用的方式，其中包括像你可能会在外面work from home， 或者是你会用各种越来越多样化的行动装置来办公。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慢慢的去找寻一些客户嘛，然后我们会了解到其实蛮多人会有在线上共同编辑文件这一类的需求，但是他们又不希望就是自己的公司的文件去使用公有云端的服务。啊，这个部分的话，在公部门或者是一些像比较大型的企业，他们更不允许去将这一类的文件，因为公编而把文件放上公有云去使用他们的公编的服务，其实是不允许的。然后最后像是一些很简单的，不管是部门跟部门之间，或者是内部员工跟外部员工或厂商，还是会有一些档案交换的需求。所以你可能从过去的习惯，可能是交随身碟，一些设计厂商，或者是
寄 email 就已经不是那么有效率的情况下，就会造成他们的困扰。然后最后就是 IT 在架构，因为疫情 ，IT 要架构远端就 work from home 工作的一些网络环境的部署的时候，遭遇到困难，就让他们头痛。那怎样觉得在因应这样子的一大堆客户的需求之后，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套件的，就是在就像我刚刚提到嘛，我们其实不是像一个单纯的纯设备厂商，我们更精准一点，我们比较像是一家软体厂商。在 Synergy 内部的 RD 就是软体 RD 啊，应该有超过500位以上，所以我们是更专注在研发各式各样的软体套件。那其中应该不少我们在做就是论坛的那个好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的这个 Drive Server 的套件，然后它就可以提供来解决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一般工作者他对档案存取的一些各类的需求。不管是你要运用不同的装置来存取档案，或者是在不同装置间，你可能一个人现在同时有家里的电脑，然后工作用的电脑，然后行动装置不用讲，就是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你都可以在这些不同的装置间，但是都属于你个人的装置间来同步做到交换档案的一个目的。那又或许你的目的并不是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装置，很有可能是比如说同步到不同地点的 NAS 也可以做到，就 NAS 对 NAS 同步也可以做到。我刚提到第二个文件共编的需求啊，Synergy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套件叫 Office， 然后如果你做到这个套件，你也是可以做到一些文件共编的功能。对，然后最后就是刚刚有些提到弹性的办公地点，就你可以运用两台不同的地端 NAS 去做同步，让两端的同仁都可以同步到同样的档案，所以就是一个 Synergy 内建 NAS 里面的一个免费套件所能够做到的一个功能，去提供中小企业或者是甚至是大型企业在不同单位的运用，可以做到比传统 File Server 更弹性，但是给员工带来极大的方便的一些做法。如果对这个套件还有一些疑问或是有兴趣的，都可以再来找我们询问。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界面，左方就是传统走线法的一个画面，然后右边呢、就是我们 Drive 的一个入口网页，然后它的呈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它比较像是有点像 Google Drive 的呈现，然后所有的档案存取都是透过网页的界面，那可想而知你也可以因此而避免一些可能比较传统或者是比较普遍去针对 SEMBA 做攻击的一些骇客的行为。对，就是你可以避掉，如果你愿意不要就想说如果要舍去网络上的 funding 这类网络 CAT 这类的存取方式的话，想要改用网页方式的 file server 的话， Synergy Driver 是一个很好的 solution， 然后再加上提供的一些附属功能文件共编，然后来让同仁的工作更有弹性，更有效率。OK， 好，那讲完传统 file server， 因应传统 file server 的转型 ，Synergy 提供了什么样的 solution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回归到我们本业啊，在储存这一块，我们可以提供大家什么样不同的选择跟解决方案。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Synergy 在早期啊，应该是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啊，我们会比较着重在家用机种，就像 desktop 的机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就是 Synergy 慢慢在business 企业级机种也陆陆续续有所斩获，然后市占率也逐渐提升。那这边就是把我们的全产品线列出来，让各位知道，不管你的需求可能有大有小。各位都可以因应你不同的需求来选择什么样去里面 for 不同 scale 大小的几种，而不是说什么样去只有卖家用型，或者是什么样去只有企业级几种，没有，其实我们几种就是产品线还蛮齐全的。那我挑比较特别的几个产品线来讲，我记得在前几年吧，我有点忘记哪一年。ID Home 有做过那个对台湾的500家 IP 的调查，就是全快闪机种的那个品牌的市占率、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 Synergy 居然是榜上有名。对，但
姑且不论那个时候拳快闪击种不管是是否普遍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毕竟在这样高端的市场，食药局的拳快闪击种还可以在台湾的 IP 中占有，就是的选择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成绩。然后在经过了这一两年呢、啊，我们拳快闪击种就是陆陆续续被更多不管是国家单位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企业采纳之后，其实我们的 Fresh 就是我们 Old Fresh 系列的几种，其实卖的都还不错。那，不好意思，对。那除此之外，包括像我们在因应各位在我们现在想到 Old Fresh 的应用嘛，然后可能是像虚拟机的应用方面，我们也在过去一样会取得各式各样的认证。然后最后到2018年，我们把 SRC 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套件。那之后就是之后跟各位预告一下，之后 Synology 会推出像那个 DSM 7.0 会推出 SAN 的界面，去支援 SAN 的界面。所以之后我们也可以走 Fiber Channel 这个 protocol， 这是 DSM 7.0 的新功能。就各位应该都如果参加我们之前的发表会，应该也都知道。那除了提供 All Flash 达到高 IOPS 之外，你同样可以就是一样全快闪击种，你同样可以享受到 Synology 提供的丰富的套件功能。那不管因应你的需求，不管是你想要为它建立 HAA 层级，来确保你的服务不会因此长时间中断，又或者你需要为你的全快闪资料里面的不管是各式各你可能跑是各式各样的重要资料或服务，你想要对这些资料做历史版本快照，或者是复写到异地做异地备援，然后最后就是像Hyper Backup， 就是如果你要备份的目的端是不同的，像公有云或者是一些外接的装置，甚至是友商品牌的 NAS， 都相对就是我们相对的套件其实都有准备齐全。哦，这些是重点，就是这些套件都是免费的，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好，这边谈一下 Synology 的全快闪击种，其实跟我们合作比较深的指标企业其实就是台晶晶，然后一开始也是做过很多测试，然后最后他们最终还是选择 Synology 的品牌。关键其实说实话，其实关键并不是在效能，我们的效能有多突出，而是我们的在就是平等的效能之中啊，它的价格成本优势是最大。不过因为他们汰换的是一个比较旧的机型嘛，所以以现在最新的机种来讲，其实效能还是比他之前的机器的效能快上好几倍。这张图其实要表达就是让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各位啊有可能未来因为公司的一些特殊的关键性应用需要评估全快闪机种的话，不要怀疑 Synology 是可以用的。不是只有 Pure Story 可以的，就是其他也是可以的，可以参考一下。这是最近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话题哦。其他局在去年出了自己的 SSD 嘛，今年开始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Hard Drive 了。然后这个是 SSD 的界面啊。这个都是官网查得到的，这都不是重点。对，其实是这样子啦。我们过去遇到各式各样的一些support case， 那当然问题的原点啊，不外乎就是硬碟的状况，或者是可能 Synology 的软体，或者是硬碟。那我们先就硬碟的状况来讨论啊，在硬碟相容性这一块啊，因为毕竟我们不是跟硬碟是同一个厂商。所以在我们初期可能先测了一次它的相容性，经过了长时间测试相容性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把它摆上了相容性清单。但后续可能因为硬碟厂商它不管是零件的更换或者是分位的改版，有没有可能造成它在RAID 的应用上有产生不稳定的状况，或者是在 Synology NAS 的运作上有一些不相容的情形，审查局通常都是比较晚才会发现的，因为我们都，因为其实厂商其实没有义务要通知我们嘛，就是他们一些分位有改版，或者是一些关键性的改版。
那我们其实推出自己的 SSD 跟硬碟，其实出发点就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提供就是 Synology 的 user 一个最好的稳定性跟使用体验。那期望未来使用者不会再因为遭受硬碟的可能是某一些零件或分位的变更所造成的问题而中断了那么一次的服务，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后来可以是被修复的，比如说你发生了问题，然后可能寻求 support 支援，那后续可能我们可以软体更新，或者是更换升级硬碟分位，或者是更换，就是会有一些手续或者是一些解决方法可以把它解决，甚至是换硬碟。但为什么不让就是这件事情干脆就不要发生？所以这 一切的初衷也是让各位了解，就是其实老板以前很久就有这样子的构想，想要把我们的稳定度给提升。那问题的区块有很多种，我们先从硬碟来解决的话，能够有自己可以 control 的硬碟，这个 control 是不管是品牌还有分位的改版，还有分位的单，还有分位内容非常重要。然后最后就是相容性之类的，就是相容性的调整建立，都是为了稳定性而出发。所以这也让各位明白，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也是有都慢慢有寻求我们一些大型客户，比较大型客户的意见。其实他们其实是持就是正面的态度的。对，其实对 user 端应用来讲，其实稳定性这一定是他们追求的。但或许可能因为一些，我不晓得，因为大家可能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有人说，可能他们备品是其他的硬碟不能使用备品，或者是怎么，可能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扰。对，就是比较要跟各位说声抱歉的地方啦。但是未来还会不会有一些路线的调整，这个我们还不确定。我所谓的路线调整是会不会在开放或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现在有绑定的硬碟啊，是在高阶的机架式机种，就是像那种12倍的高阶机架式机种，然后是在8T 以上的容量。然后如果你使用的是就是不是我们相容性清单上的型号，它就会秀一个字样说，哦，您使用的硬碟型号就是不在我们相容性清单，但是还是可以使用，只是会秀说，哦，我们不在清单上。我在清单上的意思就代表它没有经过测试，所以我们很难去知道它的分位或者是一些稳定性的状况。对，但是我们也就不强制说不让 user 用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写个标语让各位明白。那如果各位还是有遇到一些，比如说对公司内部的一些各种 policy 所造成你的困扰或什么的，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反映，然后我们会转给产品部门知道，就是说在各类公司他们会有因为什么样的原则，而我们这样的 policy 是会让他们不好做事的之类的，都可以反映给我们，我们可以反映给产品部门知道，去有机会去让他们去调整他们的政策。实际传输速度274MB，这个哦，了解，应该的，没错，就是哦，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数字，不好意思，因为这个简报我是直接贴过来的，没关系，这个我们会后会再修改。那详细的 spec， 包括像之前早上场提到的TBW 或者是年工作负载量这一类的比较关键的 spec， 在我们官网都有揭露。那也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的 SSD 跟硬碟都是企业等级的 spec， 对，不管是在运作上可以运作的年份，还有保护跟着机器这一类的应用都没有问题。好，那这个就是硬碟的部分，然后我们有三颗容量，是8T、12T 跟16T。好，那在储存部分，我们讲的就是 OFlash 跟我们硬碟的部分呢，我们稍微聊一下备份。就各位应该也都知道，实际上有蛮多备份的 solution。好，这边就是大，就简单的跟各位讲 topology， 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就以中心的那个 NAS 来看啊，
如果你想要备份的是啊，比如说你想要建立异地备援，你可以透过像右方的 Snapshot Replication 去将第二台 NAS、第二台 Snapshot NAS 去建立成异地备援。然后当 production 端的 NAS 发生问题的时候，DR 的 NAS 它就可以启动去，就是经过一个简单的步骤去启动去提供档案端服务。那如果你的需求是要将档案备份上公有云，或者是封存到 Synology NAS， 我所谓的封存是指，如果你透过 Hyper-V-Data 去备份的话，它那个资料会经过 dedupe， 所以资料有机会所占用的空间会比较小。那 replication 的话，它其实是一比一的对抄，所以它在还原服务的时候是快的。所以两边虽然都是备份资料到 NAS 啊，但是你在还原的时候，它的情境会有一点不一样。那你可以端看你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如果你在意的是占用备份占用的存储空间，那你就选 Hyper-V-Data。那如果你在意的是就是灾难还原时候的那个 RPO， 那你就选Replication 来建立你的 DRSI 备援端。然后最后一个 Active Backup for Business 就是我们的一个算是蛮热门的一个备份软体。然后它可以让客户啊去将它环电，就是公司环境里面的虚拟机、实体机，还有一些档案伺服器备份到 NAS 里面来。对，这三个部分是我挑出来，就是算以跟档案备份相关 Synology 所提供的比较常为企业客户运用的三个套件。那我们以 APP 为例啊。就那个时候，我们早期刚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找了也是跟我们合作比较久的公司资生堂来测试这个备份软体，然后根据他的反馈，不管是 dedupe 的效率，或者是备份空间跟时间的使用啊，下方都有相关的数字，至少对他们来说啊，效能上其实是不输专业的备份软体的，所以如果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不管是官网或者是等下可以来询问我们。如果它可以备份的标的物其实是符合各位需求的，其实可以不妨试用看看。因为知道备份软体套件也是免费的，所以如果有 Synology NAS 的话，都可以直接去下载来试用看看。也许可以符合你的需求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节省你们的备份的成本。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国家单位国网中心，然后它过去。也是应用了我们非常多的 NAS， 当然是我记得是全快闪机种居多，然后还有一些冷封存资料的一些 NAS， 然后就其中有一次他因为有不知道是同仁的错误操作吧，然后来跟我们求救说要救回资料，但因为那个时候 SI 有帮他们规划就是历史版本的快照，所以我们非常快速的还原资料之后，其实对 user 端来讲他可能不是那么懂，使用单位可能不是那么懂，但他会觉得。就我们的所有装置是可靠的，但因为我们都了解啊，其实这只是我们有做历史版本快照而已。对，如果各位像经销商伙伴们有遇到你们客户是使用 Synology NAS 的，你也可以稍微跟他聊一下这一块，又或者你就干脆就直接帮他做，反正他也许懂，也许不懂，但只要有一天你可以救到他的话，这个客户大概就好。对。那在储存这就是备份这一块，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Synology 的 C2， 我不晓得各位可能各位比较不知道，就是 Synology 其实有提供公有云的服务，就是我们的 C2 空间。然后它因为台湾会比较少人使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机房都在就是欧洲跟美国。好，然后我们之后也会有计划在亚洲建立机房，所以只是让各位晓得，如果你是一个 Synology 的用户。然后你有把资料做异地备援，或是备份上公有云的需求，其实你也可以像运达航运一样，它是一家就是台湾的航运公司，然后可以用利用就是我们的 Hyper-V-Data 的入套件为入口，然后把资料备份上 C2。好，那今天讲的应用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负责那个监控的业务啊，请我来这边帮他工商服务一下，就是 Synology NAS 不只是只有储存，我们其实还可以做到监控的应用。
NVR 软体或者是硬体其实非常多、啊、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Synapse 其实内建一套 NVR 的套件 Surveillance Station、嗯、可能大家普遍都把 NAS 拿来当做储存录影档的肚子而已，但如果你在这台 NAS 上面装了这个套件，它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的 NVR 的一个算是站台、啊、那它应用非常多非常广，我这边就不深入多讲。然后像我讲几个简单的案例，像有半导体厂商在他们的比较规模比较大型的厂房，然后那个摄影机有上百支，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他们需要非常大的储存空间跟足够能力的一套 NVR 来监控整个环境整个厂房的时候，就是台中中科院半导体厂商的选择的 solution。 然后最后像是一个也是电信业者的门市，就是电信业者，刚刚非常多家电信业者的门市，他们应用也是要监控，不管是门市的监控的那个监视摄影机的 solution， 他其实最后也是选，最终也是选择了我们。其实从这边就可以看到，Synapse的 surveillance station 其实特别适合那种规模比较大型的监控案场，所以各位如果有类似的需求，也都欢迎联络我们。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短，所以我这边就简单带一下我们几个比较常被询问的运用。好，那如果各位对怎样去其他 solution 还有兴趣的，都可以欢迎再来跟我们询问。哦，这个也蛮特别的，这个也是好几年前的新闻了，就是在 NAS 厂商抓到小偷，其实是通过我们自己的监控软体这样。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那这个 QR code 啊，就是再欢迎各位帮我们扫描，然后填写一下问卷。我们公司自己会有一个就我们自己会有一个内部的那个抽奖，然后各位有什么意见的话都欢迎反馈给我们。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谢谢。